非常神秘的地下餐酒馆，美酒配上美食。今天八二年的吃货带你们到丝路。太嘎后矮黑梅森，在这古色古香的干妈店，有一台红色电话，听说要投币才能进场哦。这家位于台北大安区非常有情调的丝路放感情餐酒馆，帅气的调酒师展现各种微醺的世界。不论各位的心情是酸甜苦辣，他们都能调出一杯最适合你要的滋味。各位，你们都点好美酒了吗？既然是有水准的餐酒馆，那么餐点肯定不能放过喽。松露牛肝菌温泉炖饭，松露浓郁绵密滑顺，搭配温泉蛋的口感更让我深深爱上。鲑鱼菲力鲜美清爽，威士忌干烧虾完全就是必点的下酒菜，壳都帮你剥好了。最后再来香料炸鸡，开胃的新香料搭配酥脆的嫩鸡，这条迷人的思路和梅森一起走吧。